觉得这个地的周边，我的感觉问题是在那个道路真的是蛮狭小的，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我不太支持说那个引进太多的那个车辆进来，停车进来。我是觉得前面有一个住户讲得很好，就是说这个开发应该要跟那个捷运的建设做相当的配合。我的感觉要充分考量到说那个捷运进来以后，这边的使用就是那么小汽车的使用就要降低啊，停车的供应就不要供应这么多，不然的话我的感觉就是道路没有办法铺设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张伟。